收到。咱们跟到二号车后头。哎呀。九号车回话，安全起来。九号车回话。沿路上路。沿路上路。哎，对，大峡谷就往那边走。等下来，退下是等上你了，保密被狗用了，正阿姨上你家把狗了那个。本来计划我们今天必须要赶到茶叶，主要是计划是这样的，那赶谁赶得了？500多公里，而且路烂得很，不行了。对，忙你。快把氧气拿着，然后上车下山就好了。这么个猫，氧气还可以给我一个吗？来上了，来上，弹着，看一看，弹边的，来。我们终于那个我了，终于受到挑战了哈。以前去昆明哈，2000多的，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我都没事。啊，铁汉，我体力好哈。现在都4600多了，终于见识到了。你知道有个现象哦，我们带一些小吃到那个所谓2000多啊、3000多的地方，那个小吃的那个是个整个鼓起来的。这今天也不例外，这个小吃也是鼓起来，可是它鼓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爆开啊，整个爆开啊。然后在这个爆开之前，我已经求救了，我跟他们要氧气筒了。铁汉终于踢到铁板了，啊，重新做人了，哇，来这里要小心啊，自己要照顾啊，不要装铁汉啊。我们从4600开始，现在是一路，怪不得刚那个领队那么紧张，上去上厕所而已，走得有点飘，他就觉得自己不舒服什么，那领队就赶快赶快。要上厕所，上厕所，赶快上车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我走，为什么要赶快？原来是离开那个最高点，很容易会昏倒。一路听到小海就说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，快不行。因为小海说不行，所以才引发到我们这边的那个我们的朋友拿氧气筒给我们。王局，小海好一点没有？他说好多了。啊，那个。我跟他去潜水用氧气筒，结果没有想到在陆地，我们两个都要抢着用氧气筒。哎，我觉得这种树都几百年的了，它从最下面那边长上来，那个树有没有上百年呢？有，应该有。有了哈。他连讲话都不能讲了，你问我没办法回答你，我全身都流冷汗，然后我感觉我快要晕倒，不行，每一步路都觉得我不行。所以结果风景很好看，然后睡眠不足，所以我一上线我就先睡了一觉。对。你知道我去过昆明，我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以为我很了不起。那咋不咋对了，姐姐？半个钟头，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
安康山。嗯。公康山。拜拜，拜拜。他老是拍不到。加盟了。